佛告要上：此诸年少今日得作此台，正一切法，满足一切善根之法。今日当得击大法鼓，无量天人得闻法已，悉得利益；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，得被恶道。说此语时，众中九千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。要上，闻此法者得离一切苦，具一切善法。要上，一切皆能成就佛身。要上，入观四方诸大菩提萨埵。尔时要上即观四方，见东方界五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埵，而来向此；见南方界六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埵，而来向此；见西方界七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埵，而来向此；见北方界八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埵，而来向此；见下方界九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埵，而来向此；见上方界百亿恒伽沙菩提萨埵，而来向此。道已皆于佛前，在一面住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于虚空中见黑色黄色是何等相？佛告要上：汝不知也。要上白佛：为佛如来能知，为佛如来能一切知。佛告要上：此是恶魔及诸眷属欲来至此，要上汝欲见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见之。佛令要上即见恶魔。要上见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恶魔至此？佛告要上：魔欲乱此法座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菩提萨埵为观诸年少受畏故来。要上，汝见此诸菩萨种种形色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力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唯然，我见百千亿恒伽沙菩提萨埵自在神通而来至此。尔时世尊说此法已，一切勇菩萨、要上菩萨、一切老少众生、一切天人世间、阿修罗钱达婆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顶戴奉行。补缺圆满真言：烟呼噜呼噜射夜木气沙科，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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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噜呼噜摄业木气沙科。回向皆愿尽虚空遍法界诸佛国土诸患众生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安乐，正法常住，法轮常转，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喜缘法界，实相念佛，同生极乐，共证菩提。回向如来法身，圆觉大寂灭海。